今天给大家开箱一个欧卡的新玩具。欧卡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喜欢啊？你喜欢你的礼物啊？还是你喜欢这个纸箱？哎呦，原来是喜欢这纸箱。大家猜猜看，这是什么生日礼物？我猜是火箭炮。现在终于拼好一半了。玻璃了，大哥，我让你飞进去怎么样？猪叫，我快猪叫，这个你知道怎么进去吗？这个过来，你在这，这个你在这，在新笼子里吃饭。这个喜欢新笼子吗？我看这可乐胶怎么可能这么忘我啊！好了，这个就是欧卡的生日礼物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下课也可以玩。嘿嘿，你们喜欢吗？以后就可以这样的清晰365度无死角的看你们。